样。对，白玲姐，你想过？他一说那天我看他，他一说说，我心想，那个邹和伟大哥可好了啊！他哎，我在王府井是不是在路上走？我扭头我就走了，然后都叫我们公交车上的同事都看见了，把我笑的。哎呀，那邹和伟大哥可好了，你咋不知足呢？你怎么老跟这么说？不是你要这么说，我真的还能再爆一个类似这样的料吗？他多了吧？邹大哥呢是这样的。以前呢对文玲姐特别好，家里边也是咱管大的是吧，后来就长脾气了。对，最近你在给我们天津的观众爆爆料，在这卫视的观众长脾气之后，长脾气之后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哈。不一样了。嗯，这哪方面不一样了呢？不是就是长脾气了，什么都长脾气了。不是，你先说说以前再说之后。比如说我们原来有什么矛盾吧，他都是让人家主动让东让，现在不了。就是怎么着吧，怎么着吧，啊！好比你说让同学说，好比我说那离婚，他就会以前半天啊，这不说话，完了干嘛老说这个，什么话呀？这是以前，这以前，现在我那离婚，离就离。哎，我是看你要不离的话，我还不什么呢？我跟你说，你离，跟你说你离，你不离你都什么？完了，黄二叔，我告诉你，最后告诉你，离婚以后。我会让你很难受的。丽云姐和文玲姐都是我认识的人品非常好的女演员啊，我一直期待呢在一个戏中能够看到她们两位的精彩表现，可惜呢我们的编导找啊找啊找啊，终于找到了一段，有一个来看一下啊。她演这种戏得心应手。我这点应该喊救命，救命啊！这点戏找得好，而且你说了一句太原话，你瞪的啊，对对，那我是从那个外地乡下来的，农村的哦，所以你说的是选择了一个山西话，是你自己说的吗？他给我配的，对，我觉得也是不像他的话，这不是你，不是我说的啊，我说当时好像没有，但是你们俩合作好好玩吧，好好玩，那鸡你可以啊，文姐，咔一把，那行。我见着他就特别亲，当时他们说李老师您给我们串一戏，我串什么戏呀、啊？就是那个不愿意串戏一般那事。他说王丽云在这儿呢，我说那去吧，就是去了，跟他我们家三口人他都熟。这个其实丽云姐也好，文玲姐也好，我觉得他们都是超级幸运的人，都过了60岁了。还能拿到好剧本，文玲姐那时候接了好先生，我们也特别高兴。哎呦，那个真好，真的是演的才棒呢。最关键的是，好先生里呢，他搭戏的是。他女儿，对呀，你看看，我们来看一段好先生的片段。三个当红的人给你配戏，真是啊。然后我女儿跟我说的，她可照顾，说那个文玲阿姨在剧组可照顾我了。然后为这个我还给她发了信息，我说感谢你照顾我女儿。其实也，她说这是我们自己家的孩子。其实也没照顾，也没有什么，因为就觉得跟自己家孩子一样，就这样。所以我演这种戏的时候，就特别的能够放开，就跟他说，我说丁丁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这戏里头我得那推你什么。有一天呢，我一推他，他穿着高跟鞋，就是这一下，哦，你怎么样了？别摔着。他说没事没事，就是因为啊关系特别好，像这种戏吧，越熟悉，我觉得他越能出来，就这样。对，丽云姐，其实文玲姐跟你也很熟啊，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个伴儿啊？没有。完全没想过，他现在一心扑在事业上。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您到了文玲姐这年龄，再过将近10年呢？对，你要是到坎儿上呢？到坎儿上了就过呗。但是你没觉得要找一个老伴儿也挺好吗？或者说，你真活到那个必须有人这个互相照顾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还会跟车晓的爸爸以那样的一种朋友的身份互相照顾着？白头到老吗？有养老院。养老院你会把他接到养老院的隔壁的养老院吗？会的，真会。就都在养老院，那不就跟两口子一样吗？那不一样，有本质区别。我还真想说买一个特别大的房子哈，然后呢，他也来，我也来，这个房子很大，我住在这边，他住在那边，也方便孩子照顾。要不然他跑到那边看他爸，跑到这边看我，是不是也心疼？我不同意，那到时候我住哪儿啊？我住这边，他爸住这边，你住中间。满意了吗？你
看看就这么定了，这是老有他的事儿。对，现在车晓是每次去先看爸爸再看您是吗？不，我们都一块聚一下。你看他刚刚回来，他说的26号吃饭啊，在一块吃饭，然后他爸爸又有事儿，他要去青岛。那就他就不来我们一块吃。你们一家三口其实很难聚在一起。对，对，这个上次聚完了就是，一场风波，说哎呀，好多人都说王老师复婚了。就那一句，那是你女儿给惹的事儿，就那一张照片。完了，我说没有。哎呀，网上都说，我说网上的说，网上说你能信吗？对，但是我觉得丽云姐还是挺坦诚的。对，跟你们聊天也挺坦诚的吧？对对对，你看我跟她说的话都是扎她那个那个扎她肺管子啊，都是这样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典型的大大咧咧的那种东北大姐的那种爽快的性格。所以我觉得其实，你们两位是给很多人做了榜样啊。文玲姐现在拍戏也挺多的吧？还凑合吧，挺多的。对呀，四世同堂是按照原来的角色给你的吗？那不可能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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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不现在话剧。话剧我这四大妈。话剧。所以文玲姐是从那个片场赶过来，然后马上要赶到剧场去排练。哎呀，所以今天呢，特别感谢我们俩互相吹捧。感谢文玲老师来这里。然后呢，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您更多的作品啊。好，要常来常来，谢谢谢谢文玲姐，谢谢啊，祝你。哎呀，谢谢。我送一下，我送你，我送你，我送你。再见再见，保重保重，多保重啊！再见再见。